今天阳光明媚啊，海边好多人来玩的啊，正在看着这个老铁，这正在拿弄啥的哈、啊，哎，好像看见有腿儿，哎，这啥呀？我去刨去。如果你要喜欢，记得留下个双击吧，啊，双击双击双击，啊，双击就不给，那就八给一个吧，啊，再不给给个关注吧。来到这个大长深洞了啊，我也不知道这钓了个什么玩意儿哈，你看看啊，有没有老铁出来科普一下的哈？这个啥玩意儿哈？长得好像西瓜呀哈，我再碰一碰。嘿嘿嘿，如果你要喜欢，记得留下个双击吧。啊，有的老铁就是不给就不给，那舅妈留下一个吧，再不给给关注吧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，来到海边就发现了一位挖大爷的沙蚕啊。这挖大爷的沙蚕不是说闹着玩的哈，他必须有超高的技艺、精益的手法哈、啊，还有相当好的运气哈、啊。如果你要喜欢，记得留下个双击吧啊。我们的城市下雨了，你们城市下什么呢哈、啊？这沙蚕确认过，这是一个螃蟹的洞了哈、啊。咱们直接拿神抽子啊，给它抽一抽啊，看看能不能抽出来哈、啊。如果能抽出来，进来老铁啊，麻烦帮忙把红心上方的红心点亮一下，行不？哎，好像出来了，哎，扒拉扒拉看看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海老鼠呀！如果你 ，Hello， 兄弟们，很幸运啊，来到海边发现了一个啊正要出生的小螃蟹啊，你看还萌萌的，嘿嘿，好可爱啊！觉得它可爱，老铁记得留下个双击，评论个11啊！如果喜欢干海，记得评论个222啊！哎，它要出生了啊！如果你喜欢干海，别忘记关注。Hello， 兄弟们啊，来到海边之后啊，有位老铁跟我说呀，你能不能抓个发财蟹吧？看看哈，说你如果抓到了哈，我就给你留下双击哈。我不知道那位老铁你在哪里哈。我的妈，什么东西？我的妈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我的妈，鳗鱼啊！如果你喜欢赶海，别忘记关注我，我带你赶海抓海鲜。Hello， 兄弟们啊，今天退大潮呀啊，咱们直接趁沙袋子不注意啊，把这个沙袋子扒开哈、啊，因为退大潮了，海边有好多这种沙袋子啊，咱们扒开看看有没有东西啊。如果有，今天老铁麻烦捡到一个，我他妈双击吧，老铁、啊，记得关注我，带你赶海抓海鲜了。Hello， 兄弟们啊，听老一辈的渔民说呀啊，每逢大潮了啊，都会有大货，咱们今天趁着大潮啊，整只鸡。钓只大货看看哈，看看能不能钓上来啊！如果你要喜欢，记得留下个双击，再加个关注啊！看我后续视频哈，能钓到什么东西哈？期待吧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咱们今天解剖一个大型的乌贼的牙，这个大型的乌贼的牙特别的好吃啊！不知道远方你有没有吃过啊？有吃过的老铁扣一，没吃过的老铁扣二。而有的老铁啊，一进来就会给你捡到一个红心，而有的老铁你怎么求他，他也不给，不给就算了吧哈！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吧。Hello， 小伙伴们啊。都说用饮料可以把沙马特蟹灌出来，咱们也来试一试啊！今天就是端午节了，老铁要记得吃粽子哟啊！此作品咱就不要双击了，老要老铁也不会给啊！这给我都是，慢点倒，慢点倒，多多浪费，给我留一口，留一口，记得关注我哟！Hello， 小伙伴们啊，这个东西叫做毛哈子，也叫做张开缝啊。我看见它张开了缝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啊呵呵。如果你有别的大胆的想法，也可以评论出来哈。我的妈的，夹住了啊！有的老铁一进来，习惯性的给你一个双击，哎，有的老铁就看见我夹的这么疼，他也不给，不给就关注我吧，直播开。Hello， 兄弟们啊，很幸运啊，今天见到了一条凤尾鱼啊，它的尾巴特别的漂亮，所以出了名啊。它还有一个特点，长得像鞋架子啊，这哪个老铁的鞋架子啊？别人家的老铁一进来就给捡了个红心啊，咱家老铁不知道捡不捡了啊，不捡了也就算了啊，加关注吧啊，看我直播了。